一个枪，一个枪的，快点来，快点啊！是你飞的，啊，这么精良，哦，还有。兄弟，我是午饭，我是子，我是 Plan， 今天玩什么？今天我们来替乱斗出鞘。没错，就是 Queen Shot 的这张地图了。对了，这张地图呢，相对来说真的是很难玩，我觉得，因为它左边跟右边啊，虽然是看上去很接近，但是你要回方的时候呢，你要兜很大个圈回去。哦，就是一个团体运动啊，它硬硬把我们变成了分开来打运动。团体那时候多个人打运动，它硬硬把我们分开变成一打一这样很难打啊。没有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依然是要选这个团体的英雄。哦，就最团体就是哪家坦克了？没有错了，就是我要用波克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就带上了拳王啊，好不好？拳王这个是布里莫，对，没有错啦。好的，那最后我选择这拜伦呢，也是一个奶来的，而且对线能力也不差了，我觉得。最基本上的玩法呢，就是布里莫找个机会啊，然后走上前去，然后两个奶就在后面拼命的补。是啊，拼命的补，让你享受一下。享受马萨奇，没有啊，给他灭大人有啊，就因为拳王下去一冲的时候，基本上很多子弹都向他飞了。没有错。所以在这里就看一下我们的奶呢，能够回多少血了。哦，所以今天的玩法就是看玩这普利莫，看能不能保住他。玩那个普利莫，主要就要考验我们这两个奶到底是不是合格的奶。OK，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，我觉得一定合格。Let's go。可是要催我一直不给我前进哦，怎么办呢？哎呦，他不让我前进哦。去试下吧。我很痛苦的哦。看他是不是真的会给你前进。哎呀，给我抓到你了嘞！喂，哇，一下子全部都回到家了。小心他给莫提。对，另外一边是莫提啊。小心他给莫提。哦，这个莫提选择了打人。哎呀，打你又给回他了。蹲他，可以，蹲他，耶，没事，不要打死我，不要打死我，没事，你个家伙，我的两个佛爷，我的两个兄弟，哎呀，你看又满血了，刚一直把自己当大汉了，他讲两，我的两个辅助，我已经完全听见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贵还是这个，帅气，哎，拳王库里莫。你那个挨打普利莫吧，要挨打才能成拳王的吗？哎呦，你这两个辅助要没了，怎么两个辅助那么小，难免活活下来了。我给活下来就好，来我们前进。这个塔队伍好像有点抽他，有点仇恨。是吧？他刚才直接过来找我，一个家伙，可能你转头看他知道了，哎，啊，好色的老贝贝，是吧？好色老贝贝，好色的跳跳跳跳跳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哎呦，还有。回莫提死了，这么你不见挺多那一秒，不用一秒，零点多秒吧？为什么你不快到零点多秒呢？难了，我玩他吹我永远都是吹那么远的，因为你太靠近了。OK， 你们顶上去。你来，不急，来投球。喂，不要给他了，我们传这边出去吗？哦，不用紧，我想到是这样子，一直逼他捡球，那我们一起。OK， 那我站这边就好了。反正我们现在领先。一人站一个脚被给我们打到就好了啊。对，我们没有要进攻的那个欲望。对了，我们挖在另外一边了，我怕。你们看着我，知道没有？你以为莫迪是啥？来，球脚，这是给你一个枪，一枪的。进了哦，还有，没有的，变了啦，还有三发没有？他卡在龙膜那里，也不是我想的，变了，喂，小心啊，太冷，地走，来那边，不止，莫迪已经没有信心了，没问题啦，再见。哦，两个单闪，一个单喊，哦吼！好多单喊，可以啊，子弹往我身上打，可以，不要欺负我家两位弱小，去吧，没有，不弱小，你知道没有？强大啊！不要欺负我家两个强大。小乐，我知道你不弱小。兄弟，这个不给我出去。哦，喂，这个丢大赛，我幸好哦，他幸好他有丢哦。你讲啊，你知道我们不落小过就送这个框就给我们，也太过分了吧？是啊，吓到我一跳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怕，哥哥在，就在，追他，不要追他，追他有大招了，我捡他就跳了啦。
他生气啊，胖就生气啊！九！哇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！第一个十块，你不懂规规 ，OK， 我有到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在补来补去了，补来补去啊，补来补去补啊，嗯，补篮球表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。哎，那中路可以包上他没有？因为太烦了。哎呀，哇，好烦死你啊！这边免了，来，我太慢了，那个，哇，那减速真的是太慢了。不用紧，林北出来了，林北，那牛交给你，那补林北。哇，你是大哥！喂，这样子我们来合力，合力，蹲高死啊！中路，那中路等下爆掉他，有点烦。我是要先打，但是大招也不能白浪费，浪费他的子弹先。对，哎，我三个了，都去浪费子弹先。你别只浪费他，然后雪莉安这大招完全免费浪费。啊！喂！我的妈！不要手！没问题啦，我这个太慢了。回来！来！来啊！准备啊！接招啊！接招！哇！混那个女！接招啊！传给雪莉，雪莉传回来，雪莉，哇！再传给雪莉。不可能穿过我们的防守线，没错了，来丢呀！哎呀，你的大招那么早速，这么，哎呀，蹲下去你们，那个，哇，你们，可以，来打一下，继续打，到时间，可以，攻不了。来呀，黄牛可以了，我走黄牛那边，可以。我一定要跟那老牛对过去。老牛跟嫩草不绝，不是老牛跟肥仔不绝。肥仔在我后面帮我回着血。麦卢，那你别突然间给人家来丢他走先。鸟屎不要回个血位。真的不怕？怕了，你看到最后尸体都不见了啊！对啊，你踢了出去就可以了。脚仔都完了。脚仔都完了，脚仔什么来？脚仔啊，现在脚完了。对，哇！对。要摘都远了，不要这样过分，不要这样过分啊！有头有牛啊！哦哟，小心点啊，这边射啊！有牛啊！完全就要拦住你的去路哦！你丢他去那球那边，他又翻着那个球了，非常刺激，非常刺激！哇，你看那波不要死了！没死，不好意思。哦，周末你用回血，回血只可以用在我身上，而不是用在你身上。是啦，那也可以自己解的。是啦，想象都死。哦，所以要偷了一下，原来是怕死的奶。奶也可以怕死的吗？我没有讲不可以啊，只是我不相信你是吗？是吧？人家讲一直怕死，我不信呢。后面，打不死。穿洞了啊！耶！哎呀，难的吗？攻又要我，防又要我。双奶组合就是这样。不然呢？拳王要做要什么用啊？没有做了。可以啊。我们是你的 team 来。我的奶呢？我孤独在后面。哎，有奶了，我是没有啊！我中了头线。喂！小狗现在是时候上去了，一比一还是有的打哦！六，开大，不要怕！哦，哇！哎呦，一直的反应大概1.3秒。哦，刚才我是不要开的，第一次。你知道有杰西在啊，哥，他一直减速，我看来也是完了。好慢，找他追，给，给一秒，哎呀呀呀！我能不能后面很多东西？哇哟！交给你来一只，你一个 T 加上一个 T， 没有，杀进去了啦！没有问题，等你们上来。脚不够长，我一直。哎呦，没有，那力度不够吧？就是脚不够长喽，不够吧？脚长一点，踢大力点的吗？来！对，我闪给你，来。哎呀，拉！拉个路，绝一个大招踢去旁边。可恶！他们来这了，是的。他们来这了，啊，他们没有大招。笑了，你还没有大招。哈
Hello, Dali 二。看来又是一个你要挨一顿毒打的时候了。不用紧，这种圈挖经得起考验。来，我们挖给上走。你要给上面一个人打掉这一个先。可以去。我再打掉这一个，你以为他？那边达利尔可能会穿。我这里需要一个血线，不然不可以，不行啊！可以漂亮。那先毒打这个，毒打这个，毒打断掉你回血线。球我穿你们那边 ，OK， 没问题。里面有一个人，来来来，球，呀、啊，极限哦！呀、啊，真的是啊，吓死了！你只顾这个大招，不要把你回来，他要给你刺激一点。没有啊，顾不了。好了，有的抓了， okay. 这个要小心，稍稍他开抓了。喂，他抓我了，他抓我了，哎呀！他抓你了，开心了，他抓你了，对了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！还有大招了，还有大招了，好了，有大招了，开心了，哇，不能了。我血又残了，拳王需要一点辅助。哦，哇，这个撞钱的什么东西？对对对，我是为了我提早丢那大招，他那时候是不受伤。但是丢他两把血吧。是的，有点亏。哇，你把招放出来了，你把。哇，他连续哎，他把球给了你，连续两个转，哇，我大招，哇，给了一个大招，哇，好看呐、啊。OK 的 ，OK 的，好看呐、啊。不过没有事，猫哥。球来，球来，是。哎，猪你不要给罚一个，猪你不要给补留。哎呦，补留、哎，那个打你了，不是补留歪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看一直想自己进球哎。是哦，我也是这样想。我一个大招 pass 给你了。我、哎、我这边被人切了。不用紧，不用紧，我锤死这个人。OK， 我这样。我上掉上面那个。OK， 来，有了有了有了。我丢啊！我丢给我，可以给了你哦。丢他走。哦，刚刚好。咦，完了吧？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呢、啊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。要怎么做呢？讲究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